掌声，我后面一班嘅dancer，尤其是呢13位哥哥姐姐，接近50岁，仲有一位系68岁添啊，系咪？我知道，所以俾啲掌声佢哋啊！年龄绝对唔系一个问题，年龄绝对唔系一个问题，因为我见到你哋咧，我学到好多嘢嘅，心态年轻啦，行为年轻，思想年轻咧，就系年轻咯。 系啊，所以年轻系一种心态嚟嘅，所以大家唔需要俾自己嘅真实年龄嘅局限噶。今日开始咧，重新定义自己嘅真实年龄啦。多谢你哋，加油，我都会加油。多谢你哋，多谢你，thank you。